仔，你怎么没跳？仔仔，仔仔，仔仔录了八期，哭了九次。坐坐，坐直了，坐直了，坐直了。坐不直。啊？坐不直。哦，嘟嘟，他受伤了吗？他是腰拉伤了是吗？好像是。哎，赶紧看一下医生。看过了。看过了。那仔仔，你也可以上来。仔，你为什么没跳啊？仔仔，队长在问你。仔，你怎么没跳？仔仔，仔仔，仔，你怎么没跳？仔仔，仔仔。Oh. Is he crying again? Why is he crying today? It was laughing yesterday. What's happening? B boy, 不要这么脆弱，好不好？他都没跳的就怎么又哭了？你又哭，不准哭，哭到哭上。不要哭了，你听到哭咋就哭？不要哭。仔仔录了八期，哭了九次，平均每场哭1.125次。仔仔都快改名叫 B boy cry 了。哭完了，那为什么哭啊？我又要哭了。没有我。就是在下面，然后看他们跳得很好，然后受不了了。我觉得就是对大家很努力。因为我当时看豆豆抱 Yuki 的时候，他因为他背受伤了嘛，他就一直在抖。怎么了？坐坐坐。真的是太累了，我刚开始整个人都僵掉了。你听我的，你再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快坐一下，豆豆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坐坐。你耍啥子啊？我没得事。哎，不要哭啥子。Maybe he just care about 豆豆。当时看到豆的时候，我就有点心酸了，我觉得我们好不容易啊。I just need rest, so wait for me, maybe. No, you can't. 10 minutes. You can't. No, I can't. Our you can't. I have to. No. I must to do this. No. Our team, we need. 我不能说因为我一个人我就把这个团队说哦，我撑不下，我跳不下来，我就停了，不可能的事儿。这是一个舞者的职业素养。师傅教的。